新一年其實我年年願望都一樣，自爆早日降臨。咁我希望咧花蓮嘅市民咧就重新振作啦 ，Ganky。我希望新任天王能夠繼承上任天王嘅志氣。我祝願香港所有極端激進保皇組織，即係禮義廉公策會嗰啲早日冚家產。恭喜恭喜！